希望地下咯，但是咯，过了年天的啥味道？啊，希望地下我我嘞，我就看味道。那他年尾那天玩嘞，那是巧的。那他下面老是我那个，在我们，我那车在哪里？说说，你帮我啊，说后面叫比如点了啊，卡子看个样嘞，哈，我说都，说到那个，不如先嘛说到，哎，再不会我，说到啊，我差点话去嘞，白话再不会嘞，路路再不会嘞，讲不了。三年前的，谁安那些个？谁安那些标价一部车？比如这个话目的的，比如这个的，叫做如哈，你咱们可查不那边的，叫做哈，我就说你来看目的，多么大些，叫做如一路一万件的来，也奥秘话些的。那咱们叫做哈，卡的卡的呀的不完，年年不完的比较，勇敢踹步做啥？叫做你话那个嘛？在那旅游包中包围的地方，那个嘛，在那都去嘛，我比业务老不对，都去嘛，当我去那说当我，估计公安接到了，那些个没些规矩嘛的，那叫不接到了的，心里头啊，那些个那叫的，那把脸听嘛嘛，接到民宿也不误，一来就阿皮，哎，比如咱，比如民宿店了啊，伢一包嘛，皮啊多啊，皮来嘛，人数为多，包邮的，接到一味道的包裹啊，别来一片的。都要预约价格把那所有交了，那交了比如电脑啊，这样那些那二万人家不还我，这样的啦，也是就交个两笔，那叫我交了啊，弄啥味道交了啊，过那过夜啊，交了嘞，三五年银，五六年银嘞，那拍卡把落没，如果银到那银那个银我肯定比如嘛，哎那我到五家去嘞，比如电脑啊肯定没骗不你，如果到那银那个银我没差不多，老爷们。啊，切一卡，皮来做，阿罗老家伙就知道啦，没事没办的。那如果啊，给予你，咱们多少做节目，知道路啊？怕你怕的，怕你怕他那边，如果不好，要是这样来说的话，有些比较一点，我知道三米个人，比如这些的，啊，不怕他，那边不怕我，啊，姐姐看看，下面看他们做的多，知道路啊，如果有那个结果，路上来，路上没得路，再一点的阿罗路，路上没皮的。那苦咱们要，哎，你如果也，你如果也有岗位不对，比如这样的话，有钱的要买，你靠三干嘛？有钱的要买，啊，人家说养啊，再说你要住地草屋里，嘛，脱不了呗，人家说在哪里？你不是来讲我抓住养没？那些谁安那些啊？你不是来讲我抓住那个抓来不？啊，有些嘞，跑一嘞，比如骗的嘞，跑一啊，比一下嘞，这边嘞不是不老多骗么嘞？啊，哪组呗？本身收养的，你饲养的是台湾的，各地的，如果关键动物的，南疆话，妈的，如果爱听嘛，台湾动物南疆片的，比如这老多不好读书的哦，乖，比如个哪里比较饲养那些个，啥子咱把肉肉标价也，你给我说吧，这边。Hello， 谢谢你啊。